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哎、谢谢卢台长，谢谢卢台长啊。这个一听就是牙齿没长齐的人说话。嗯，好了，我想问一问我的小外孙女儿，嗯，09年属老鼠的，嗯，问她是什么颜色的，身上有什么灵性，看她什么颜色的。白的、哦、白老鼠身上有灵性啊。一个是老妈妈，年纪大的，瘦瘦的脸，头发前面有前刘海的，还有一个是小孩子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这是你的孩子啊？不是，我闺女的孩子。你的闺女的孩子、哎、对、嗯、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小孩子这个脑子半边工作还有半边不工作，智商有问题。对，想问问台长，去送多少经，送多少张小房子？你赶快把他灵性超度掉吧。行，不超度掉的话，这小孩子智商会受严重影响的。是，他现在的智力不如正常人啊。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，傻傻的呀，所以就叫傻姑娘了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但是台长马上能治治他的，因为我没太多时间，但是我马上可以治得他稳定下来，干干净净，叫他老老实实的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台长。哎、嗯，我还想问一下我的身体怎么样？我是52年属龙的。52年属龙的是吧？对。嗯，你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主要就是人太胖了。因为台长现在看你这条龙啊，飞在上面飞不动，都掉下来了，因为龙的肚子都逛下来了，你的肚囊很大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哎，你说龙这么胖，怎么升啊？怎么升得上去啊？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嗯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你现在主要注意自己的肾脏就可以了。哦。好吧。好。嗯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还有自己要注意乳腺，要当心增生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就这两个问题。我腰不大得劲，腿也不大舒服。对了，我就跟你说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看这小孩子不停地在动是吧？台长叫他不动好吧。小妹妹，听着啊，台长现在在听台长话啊。台长叫你很乖很老实好不好？听着啊，现在叫你停，手停下来，好好，不动啊，不能动啊！台长给你加持啊，你会越来越聪明的啊！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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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感谢卢台长。你叫他说谢谢观世音菩萨。谢谢观世音菩萨。你刚刚看见菩萨吗？看见吗？刚刚台长叫你定下来的。看见啦。我跟你们说，5岁的小孩以下眼睛都看得见很多的菩萨的，所以小孩子冲你笑过去说哎呀就很有喜事来了。如果小孩子冲你叫看见你就哭，你这个人一定会倒霉。过去在皇宫时代，就是在皇帝的时代，很多人就是专门让皇上说要做一件事情可以不可以，然后呢就抱一个小孩子过来，这个小孩子呢还不会说话，然后皇上就逗他玩，这个人看见皇上哈哈笑了，皇上就这个事情马上去办，如果一看这小孩子哭了，皇上此事不宜啊。啊，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卢台长嘛。嗯，好了。然后我还想问你一件事，我去看看我家的佛台。我看看你们家里的佛台。哎。嗯，你几年属什么？52年属龙的。52年属龙的是吧？嗯，佛台不错，杯子大了一点，供菩萨的杯子 啊，大了一点。好。小一点。行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有菩萨来哦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你供的是观世音菩萨。嗯，
你边上还有一尊什么菩萨？我们家还有那个、保家仙啊。哎，保家仙。看见吗？看见吗？啊，当场看给你们看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相信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下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台长。想问问卢台长，去年我上高雄来，这个小孩他你给他看的，做200张小房子，就是脑子不大很清楚。知道知道。几几年的？几几年的？你几岁了？你怎么不知道他几年？我是佛友，佛友的。啊，佛友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孩子。不是的。啊。那你他今年5岁，五岁是吧？你这样吧，你就把小孩子名字告诉我，我帮他反过来查。09年的。啊，09年5岁，属什么？属老鼠的。哦，好很多了。啊。哦，好很多了。送了300多张小房子。嗯，已经很好。你叫他送到900张。再加多少？没问题，这小孩子现在都能。做算数了，过去跟过去对对、对，很好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900张。再要900张。不是，加起来900张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了。我想问问我的佛台。不能再问了，后面还有这么多人。对，佛台。啊，佛台啊。啊，我家佛台。还好，佛台再垫高一点点。哦。好吗？你家很小。对对，佛台很小。对对对，来过没有？谁来过啊？菩萨来过没有？菩萨来过，灵性来过。菩萨来过，菩萨来过。你这个佛台边上有个窗户。对对。对对对，菩萨就从那个窗户来的。对对。你家很小。啊。你家的沙发也很小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你可以下去吧。对对对。